接你回家了，我们从订婚到现在差不多一个多月，然后准备了不少东西，也这一路来也一直吵架，然后其实说真的，能走到今天，很感动。你刚看坐在这边，觉得很值得。你。愿意跟我回去吧。Cause you're still on my mind, love.